幸而婚后一直都有个目标，冇错就系、是、做人。只不过传咗咁耐都好似冇咩起色。今日就有报道话佢呢半个月成日去中环睇妇科医生，又有做验身。据知幸儿计划半个月内生 B， 但最近幸儿接咗剧，迟啲就要同老公分隔两地，所以咪全幸儿打排卵针咯。不过该报道就话，幸儿目前都系想自然成人，拎啲生仔秘方试试先，调理身体，等拍完剧再开 turbo 啊！